小朋友们好，今天我们玩奇趣蛋哦。上面有史努比，可爱的史努比，还有小马宝莉公主。小朋友们认识她吗？她就是我们的碧琪公主哦。哇，里面能拆到好多公主，小朋友们喜欢哪一个呢？外壳可以当做笔筒使用哦。还可以当做积木玩。这个呢，它就是紫月公主啦，动画片的主角，紫色的独角兽。哦，我看到里面的图画。好漂亮啊，小马宝莉、七公主，还有柔柔、珍奇、苹果嘉儿、柔柔、云宝，我们赶快把它拆开啦，这就是笔筒哦。哇，两大包糖果，小朋友们不可以吃太多哦，因为对牙齿口腔不好。哇，这是谁呀？看起来好像是月亮公主。哇，太漂亮了。做工好精细呀。上面有玩具的拼法，都很简单哦。我们把笔筒里面的卡片拿出来，装上底座，就可以当做积木玩了。把公主放进去啦！哇哦，好棒啊！好，接下来我们玩史努比。史努比是一只狗狗，它睡在房顶上面，红色的小房子真漂亮啊。哇，里面有公仔。这是什么呀？哇，是一颗棒球杆。再拆一个，哇，史努比有女朋友了。里面有一只黄色的小动物，这是谁呀？小朋友们知道吗？认识吗？哇，它的腿、它的脚还能拆下来呢。小朋友们，我们今天就玩到这里啦，拜拜。